滑翔伞是有危险的。那天我们是在高坡飞，在飞行过程中准备降落的时候，就刹车带的有点多，导致失速。降落。15米的高度落下来，导致腰椎压迫性骨折。摔下来的时候很痛，痛得全身都出汗。真的有搞了嘛？真的感觉他爱痛点了嘛？目前就他也恼火，我们也有点恼火呗。